第一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圣所中曾经瞻仰你，第三节，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称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大家早起好，咱来做阵祈祷。爱阮的阿爸慈悲上帝，感谢你的大慈爱，让阮有机会一过一摆来到你的文章地来敬拜、唱歌、呼罗你的名。观众这早起的时间完全交托予你，求你的圣灵来充满阮，来引导阮。因为你的道路比我的道路更加好，你的意念比我的意念更加贵。祈祷感恩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咱最近来唱这个诗歌，满面充满了你的恩典。哈利路亚。Thank you.
无论你的大观念，你犯罪的大观念，哈利路亚，阿门。祝你是我的生命，我喊出来。祝你是我的生命，我甘心到底听，我将无你把我来追光，靠无你的灵窗，祝你是我的生命，我甘心到底听，thank you.
避难所，我们的力量。主啊，今天
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过去的日子祝福着我们，带领着我们，看顾着我们，我们所有都是上帝你赐给我们，因你的话语，你是我们牧者，我们必不吃缺乏，所以我们还要什么呢？只有你在我们里面，我们生命就不同了。最我们最挣扎的时候，你的话语就感动着我们。当我们流泪的时候，你会把我们的眼泪擦干。这种谁能比你呢？谁能和跟你比呢？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不断的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我们现在要预备我们心，在我们短短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面，哪一部分我们做错，哪在我们行走的时候我们有做错，在我们思想上我们也得罪你，得罪身边的人。主啊，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求告着你，愿上帝宽恕我们。弟兄姐妹，把我们过去的日子哪里走错，或者我们要感恩自己亲口对我们上帝讲。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有罪，因为我们没有听到灵舍的哭声，甚至我们不应该做我们却去做，应当做的我们却没有做，在思想上我们得罪你，我们也得罪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甚至我们开口 也会得罪人，也得罪我们上帝。愿上帝包容着我们，宽恕我们，因上帝你的话语是信实，是公义，因你说只要我们亲口认我们的罪，你所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都说谢谢你主，谢谢你看顾。今天早晨我们把所有的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愿上帝大大的祝福他们。主，我们知道在他们里面很多的挣扎，但上帝你都有你的方式来帮助着他们，保守着他们，把你的宝血遮盖着他们，也看顾我们每一位生病的连长，在医院的也好，在家里也好，在我们当中的也好。主啊，愿你的医治能力加添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有你的活力，有你的帮助，让他们嘴唇里也能够呼求着你，因上帝你永远都不会离弃他们，你永远都会祝福着他们。我们都说谢谢你主，谢谢你的看顾。我们也把我们主内的三位牧师交托在你手中，愿上帝你大大的祝福我们三位牧师，在他们的身上，主啊，你来跟恩膏着他们，在他们的口中也能够听到你的话语，教导着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也把今天早晨我们的讲言，我们的杰森弟兄也交托，主你也大大的祝福他，也让他所讲的是从你那儿得来，也让他的家庭永远有你的荣光照着，让他们的家能够成为你的器皿，也能够做你的盐，你的光。谢谢你主。主，我们也把我们今天早晨所在侍奉你的，也有你的喜乐在他们，让我们越侍奉你我们越有喜乐。谢谢你主，谢谢你，也谢谢上帝所留下主保文教我们怎样祷告。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谢谢上帝，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好吧，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今天有没有新朋友？很多新朋友，感恩，真的是很感恩。安迪，欢迎你。还有弟兄，欢迎你们，愿你的挣扎今天会消失，愿你所相信的一切都是过去，今天你会听到不同的话，愿上帝大大的祝福你，让你得着你所要的生命。 Amen。 这边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没有啦，老朋友，只有那两位夫那啊夫妻俩是来过，但是现在又回来，我们也欢迎你。我们就是老朋友了，对不对？啊，熟悉的朋友，好不好？我们站立说平安，或者可以交个手，握个手。现在COVID过了，我们可以握手。所以留下来，啊，赵大爷把他们锁住，要给他们，哎，开玩笑，哦，啊，赵大爷，等一下你带领他们去我们的茶点课，往那个菲利普课室里面，好吗？好，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阿姨，不用紧。有问题吗 ？OK，OK， 后面有一点错哈，有点差错，不要紧，我们就来，我是要欢迎我们生病在家里没有办法来，但是因为今天是圣餐天，也他们也能够回来，我们欢迎连妹姐妹，欢迎团队姐妹。还有我的双木弟兄，我也欢迎你。愿上帝大大的祝福你，愿上帝的力量在你的身上，让你能够有他的活力，也早一天会自己吃东西，也自己能够起身。好，让上帝祝福你。还有吗？喜新弟，你在笑什么？你要祷告，愿上帝也看顾你啊，让你每日都有准时到他的圣殿来敬拜他。还有人需要祷告的吗？立刻马上为你们祷告，只要你们举手，
Sorry? AV。AV。哦 ,AV。对啊，这个是很重要。上帝祝福我们的 AV， 让我们的 AV 由你的手来触摸，让那 AV 马上好。谢谢妹。马上好，弟兄，请来。吴静，阿言。对，是这个诗篇二十五、二十八跟加拉太二十二啊，第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对的。Amen。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愿主的爱与你们同在。今天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箴言书二十五节二十五章二十八节。来，我们大家一起读。人不苦治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巴没有城墙。还有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忍耐、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和善、忍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是上帝的话。感谢上帝。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传道来正道。大家早上平安。平安。再次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今早又能够回到你们当中，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将荣耀归给我们至高处的上帝。有些时候人就是那么奇妙。刚才宝宝姐妹在这里说啊 ，AV 啊，就是音响也好啦，就是这个幻灯片要，有些时候有一些问题啊。刚才我就在那里想，我问题怎么办？然后另外一个姐妹说：“哎，为这 AV 祷告。”然后好，祷告求上帝立刻让这一切恢复正常。我们的心就我不知道有几个这么想，不要不。坦白讲，我们人嘛，但是突然间哎还没有看就 OK 了，这样归功给谁呀？上帝。阿门。有些时候上帝应用到我们都来不及，就来了。但是我话要说回来。哦，上次我在上帝有他的时间，而且他的时间我很喜欢的一句话，永远没有错误。他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给我们的乃是最好的。再次感谢上帝，今天能够在这里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再次将今早的时间都恭敬的仰望交在你面前。主，你自己来掌完权居首位。主，我们恳求你宝血洁净这圣所，分别为圣，好让此时此刻的我们明白这是上人的福分，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把所有一切都隔在一旁，单单的就是来亲近你，聆听你今早要为我们所说的话。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捆绑一些且所以不属于耶稣你自己的，都要在耶稣的名下退去。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今天的讲题是坚固内心的城墙。当我收到这主题的时候，英语是 strengthen in self control。 当我读到这个时候，我就问我自己，这一环节我怎么样？消防车就是圣灵里面的第几粒？哎，不是，圣灵果子里面的第几个属性？最后一个节制，节制。消防车假如翻译成英语，翻译成华语也是可以讲的，智力啊，智力就是有节制，有节制。当我在思考，当我在思想的时候，怎么把这个主题给翻译成英语、华语的时候，我在想。攻克己身啊，兼顾内心的自制啊，智力的启蒙。
然后我就想我跟我太太再谈一些，结果我在祷告当中说，好，上帝就以这样的主题坚固我们内心的城墙，城墙很重要。为什么刚才阿燕读到的那一些经文哦，其实啊，对我来讲，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告诉我自己，上帝你是跟我说话吗？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记得刚才所读到的那一个经文，他说人不制服己心，就好像哦，毁坏的尘言没有诚意。哦，当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我内心里面百感交集，就是很难受。上帝你是在说我吗？上帝你是在讲我吗？然后从中我就在学习学习，到现在听好还是在学习，真的很难很难。不过今天在这里又领受这样的信息要与大家思考的时候，我就说上帝我们大家一起学习，因为上帝的话语跟上帝的时间永远没有错误的。今天若问一句话，人为什么要节制？人为什么要节制？节制就是自律，懂得怎么样去做好。你说容易，确实容易；你说难，难不难？难。难。很多时候，圣经也说：“立志行善，由得我怎么？只是行出来，由不得。”但很多时候，我们会找借口：“我编那些，你快点啦！”哦，那无变是我自己讲的哦。但是上帝说，在我里面，只要是合乎上帝所说的，都可以的。这句话就让我思想，你看这里有一个城嘛，你知道这是我从啊网上下载的，这是以前的，就是说耶利哥的古城哦，大概就是那个模型啊，这个城。请问你看这里几个城垣？城墙有几个？城垣，你知道是那是古话，现在的今天就西地就是城市的哦。他说人若不制服己心，好像什么毁坏的城墙就是毁坏的城墙会怎么样？倒塌。对，这里是给我们直接告诉你，知道是谁讲这句话吗？其实讲这句话的人大有来头的，你听过所罗门吗？聪不聪明？聪明的人是谁继续啃路，就接下来再搬再写，好像是另外一个王呢。哇，两个王讲了这句话，所以今天我们是跟谁讲话，听谁讲话，上帝透过两个王跟我们说话的。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很宝贵，就是他很直接的告诉我们，一个城市里面啊，我们需要城墙。城墙做什么？城墙保护城市里面的人，城市里面的百姓，城市里面的货物。在以前的时代，城墙很重要。若你们有机会，新加坡有没有城墙？有，我们政府租的墙，红红的，有没有？哎呦，你在以前拍戏唐城呢？那个是自己的。假如你有机会到国外去看看，有啦，唐若。你到中国也好，到欧洲的一带，你看到那个古墙啊，很美的，很壮观的。但是假如没有城墙的话，敌人随时可以攻进来的，你明白吗？所以城墙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里告诉我们，在古代的时候啊，假如没有城墙，随时敌人可以入侵的，随时可以掠夺。我问你，新加坡有没有城墙？刚才我问过，我用我们的话，新加坡有 checkpoint 吗？有啊，明白了啊、哦。为什么要 checkpoint？ 以前我们叫什么 custom 嘛，在那里啊、哦，有几个？因为我们这里是新加坡人嘛。其实有很多个，你知道吗？OK， 今天我不立着啊，斯里达的什么什么 ，OK， 我们不谈了，我们就基本上我们知道的，无论多机场哦，小机场就算了啊、哦。这些为什么啊？还有我们的
渔港港口，对不对？听说你们下星期都去哪里？可以参加吗？游过来，游过来，游不过，因为有城墙看不到的墙啊！哇，这现在我才认识他，来临星期四你就知道了。OK， 我他没有去，他没去啊，所以他讲话很大声。OK， 就是其实这个就是保护。你想一想，我们国家有多大？国家不是很大，假如没有这些城墙啊，看不到的，我们所谓的 checkpoint 啦，所谓的保护，一点点游过来、走过来，你就完蛋了，我们都受不了，对不对？所以这是有一定的保护的功用。但是当我们在看这些经文，当我在思考这些经文的时候，他说：人的心啊，人的心啊，若不制服，就是你自己的心哎。他说：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诚意。换句话说，你看到这个是古城被毁坏，是真实的某一些古城被毁坏。换句话说，随时随地人家就可以进来了，不用看你的，不用等你的 yes no， 直接进来。所以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有一个好政府，把这些都建立得好。对面的也有他们的好政府，就是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互相尊重，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出。这就是那个功能，所以人为什么有节制，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刚才我们读过的那一段经文，就箴言跟哪里？加拉太。加拉太。所以这两处经文，我就把那个就业他说到我们内心的那一个激励，是内心的那一个智力啊，跟新约的圣灵的果子，这个两个合成一组的话，是我们生活的什么基础？待会我会跟你分享为什么是我们生活。听好，虽然我在讲在分享啊，牧师也在这里，我在学习，我不是很好，特别是太太坐在我面前的时候，因为她了解我，她看到我嘛。但我感恩是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彼此学习，彼此前进，彼此在主里面。所以是我们生活基础，换句话说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节制的反义词是什么？失控。若是一个人没有节制啊，他就会失控。这个是什么？红绿灯。有人说红绿灯，有人说交通灯。交通灯有几个颜色吗？几种颜色？三个颜色，对不对？第一个颜色是红、蓝、红、橙，还有什么 ？OK， 考一考啊。OK， 红代表什么？停。绿色呢？走。橙色呢？更加的认识它。很清楚啊，红色停。绿色，红色停，绿色走或者过，橙色代表不是我讲分数，冲啊，对不对？其实错，我第一次听这个是在菲律宾，因为我在菲律宾服侍过一年，那时候做宣教的工作，也是从哈宾恩过去，很感恩。不过现在今天不谈那个。你看，假如我们没有一定的基本的原理啊，分数冲我就冲了，以后驾车看到橙色就冲啊。其实不是，其实不是，橙色是叫你放慢速度，小心需要停还是停。所以听好，橙色不是叫你冲 ，OK？ 啊，橙色是小心谨慎。其实交通灯的那一个原本的含义是什么？它 OK， 原本的含义是小心，基本的最终原则是安全、生命。你想一想，假如。在马路上，假如在马路上啊，没有交通灯，怎么样？你走你的，你驾驶你的，我开我的，乱在那边。第一就是安全，因为安全，所以这个什么法律，这个交通秩序。第二是让整个交通流量都能够更舒畅的在运行。所以这是它的一定的原理。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里我问一句话，假如你今天驾车，你的驾驶盘出了问题还可以驾吗？可以不可以？驾驶很危险呢，驾驶盘出了问题真的很危险。你驾车出到外面的时候，不是你撞，不是人家撞你，就是多数你去撞的，因为你没有控制。换句话说，假如今天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心里面，就是我们内心的那一个自我没有了那个控制的话，你去到哪里都很危险，是吧？真的，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想呢，如果我是一个驾驶盘或者是出了问题的，我到了哪里都会出问题，所以应该怎么样？应该节制。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要节制，这个环节很重要。没有节制，就是我们的敌人随时都可以进来。换句话说，随时你讲话就会啊，跟人家格格不入，或者是言语带有那种让人听得很反感的那一种国家。而且我继续告诉你，没有节制的人生很危险，有一定的危险。没有节制的危险人生啊，去到哪里都不受欢迎的，你相信吗？没有节制的人生啊，让人家很不想亲近你，没有人找。所以在没有节制的人生里面，我们要学习。所以刚才我说过，人若不制服自己的心，第一次是我们的内心就代表我们这个人，你怎么样去做？假如你没有做得好，没有控制得好，随时随地问题发生的时候，你不懂得怎么样 handle。 所以我说没有节制的人生很危险。新加坡人的生活素质或者生活环境都是蛮不错啊，通常都有三高啊，有没有？什么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胆固醇高，什么高？糖尿血糖高。有一个牧师很可爱，他说我三高都有，只有多一矮，我人矮。那牧师很可爱，我不说他的名了啊。这是他带着很幽默的。其实因为我现在生活素质蛮不错，有血压高、胆固醇高的，这三高的需要吃药。吃药是一种什么？节制。你了解那个危险性对你的破坏，你了解那个不吃药的那个后果会怎么样？我有一个同工啊，我不提他名，因为这里也有我的啊弟兄在这里。他们说我偶尔会出去用餐了，这样他有血压高，而且有曾经有轻微的啊中风过，现在已经康复了几年了，蛮不错。这样有些时候，特别是羊肉不可以吃，你明白？羊肉据说它的胆固醇啊这些都对身体不是什么，对血管、对心脏不是很好，知道的就不提名了啊。OK， 他就很幽默，我说：“哎，可以吃吗？我们去吃这个，你可以吃。”他就很幽默的告诉回答我们，他说：“可以，什么都可以吃，只要我太太不在。”你看人，这个是好像很看。你说我同工，以前我一个啊，我老师的哥哥是一个熬哥了，他同样很。只要太太不在，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人呐、啊，但是我也不是说什么都不会吃，适量，适量，明白吗？这个就是节制，节制怎么样平衡你的饮食？因为我刚才说过，没有节制的人生啊，有一定的危险，在人际关系，在情绪方面，在法律上都会讲，因为你觉得就是我行我素，我喜欢怎么样。就这么，特别是驾车的人啊，我不知道你们有这么，我不可以说这个。OK， 我不知道，相信你们都听过。你知道以前啊，考分的时候，你知道吗？要试考分的时候，驾车的人通常会有这种挑战。以前还有那个，假如你很急尿、很急想去厕所，一张考分多少钱呢、啊？6毛。有半个钟头的，有一个小时，对不对？包括我朋友，包括我本身自己，我都学在谈的时候说，通常啊，我进去一下子不用紧的啦，不用湿的啦。
有没有这种经历？有，我很大声。哎，我们是人呢，我们要赤裸裸的到上帝面前，神，我有这个软弱，你帮助我，包括我了，包括我，对不起，对不起，我本身虽然说传道人，虽然说我是在服侍全世界，但我也有这一方面，所以我们彼此学习，在这条成圣的道路上，更靠着上帝的恩典，一步一步的前进。我跟你讲，这个问题不是你我，我跟很多很多族内的我谈，因为我现在的年龄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以前我读书的时候那一代，现在几乎啊还在服侍的都是教会的领袖级了。所以我们谈的时候，现在因为全部都是自由了、电子了，以前我们就是有这方面了，如何靠上帝的恩典胜过这人的那种小小芝麻绿豆。我们在谈的时候。有一回啊，我记得我跟一位是啊，属于我的啊，我的前辈，我说人啊，我现在讲好像讲人的弱点，你注意到吗？今天我们彼此学习啊，然后我们就说啊，去吃东西，我们就一起到一间咖啡店啊，他说那边的啊，那也是吃鬼掌，那鬼掌很好吃，不告诉你哪里先 ，OK， 就是哇，很棒，就。然后他就说：“李先生，不用架到后面的卡吧，前面看得到，放在前面就可以。”又是我的长辈，又是给予我很多帮助。真的，我在人生里头，他是我一个很好、很跟我很好、给我很多扶持的一位啊，我的长辈。然后我就在那里抓着，我该怎么帮？通常我会绑在后面的。我就祷告上帝，你帮我。突然间，不是突然间，在祷告过后，我就心里面有这样的感动，我说：“啊，我的长辈了啊！”我说：“我还是把后面好了。”他说：“为什么？”我说：“这样我们吃了啊，会很舒服，不一样的，你明白吗？”他也明白了，所以他就好了，就加到后面去了。叫我们就那样享受一场很丰富的规章，就在你看人生的旅途当中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步步谨慎为营的。我们很多时候呢，我问你一句话：你睡觉的时候有没有锁门？为什么要锁门？哦，我怕你们这里，我给这个是刚才那个啊。换灯片还是音响有些问题，我在想现在讲到这啊，牧师就早期我们比较哪里有这些包括我们真的是要没有就是没有的，只是这样讲的，这些是让我们在我们世界上更能够帮助我们的。我跟你讲啊，锁一个还不够嘞，我还讲到每次我带带给你不要想么大声，等一下我跟你讲特别是出国外面那个上面的锁有没有锁对？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锁门，换句话说就是人家随时随地可以进来的。你有没有看过一间 supermarket 7-11 NTUC 啊，没有锁门的，下班后了，现在24小时都不见。为什么要把门锁起来？因为没有锁，盗贼来随时拿了就走，你不知道。同样家里也是这样的，对不对？这样，我问一句话：我们内心的心门啊，有没有锁的？假如我们的心门没有啊，我告诉你，随时人家就是这样进来的。这是圣经的话，这样是不是要请一个警卫把打来了？还是 Cisco 现在还有 Airport 的，越来越多的那种保安？不过，我就说，这样啊，好像很难的，人要怎么节制？今天我们的 Frank 跟你相反，就是你要在节制上啊成长，要节制上走这条人生路，你鼓励我，我鼓励，怎么样去节制？有没有办法？容易吗？我告诉你，不难，就是刚才我们所读过的啊，我们旧约告诉我们说，今天的经文啊，当我说今天的经文，人心人若不自服己心，就好像毁坏的陈年没有陈年。新约告诉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一起开始念，一二三。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什么。
最后说，这圣灵的国体的那一个属性，不管你再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是超乎我们的法力。这里立法超乎我们的法力，明白？你怎么做的是好的。假如你读这段经文的前面，这个反面，刚才我说，这个反面全部都是完蛋的。但刚才我讲的都蛮消极，但现在我再告诉你，这圣灵国子的那一个属性，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学习的，而且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就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把它操练出来，我们要把它活出来，不是把它装出来。活跟装不一样的，明白？装是你没有装来装去装，活是你里面有了，然后你怎么去用？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去明白的时候，你就看到人生很不同。我告诉你，人性跟天性，人性就我讲，可能这些比较学术的话，就是人的性格跟上帝所要的。当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啊，跟上帝想要我们做的事情冲突的时候，我发现人的性跟神的性格内心里面打仗的时候，你说谁赢？你知道哪一件事情是不好的，但是你很喜欢做，而上帝不喜欢你做，多数谁赢？我太太给我一些暗示，她说都是人赢的。我没有说，就当你愿意顺服，愿意给上帝我不可以的时候，你就看到圣灵在做，就是神灵做。今天这里我把它分成三组，第一组、第二组，你们自己回去看一看。不好意思，我把它分成最后一组：信实、温柔与节制。因为这三个属性对我很大的帮助。圣灵的果子是什么？会背吗？我就是不给。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还有什么？良善、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宝贝，要把它们留在里面。我跟你讲，上帝的话语藏在你的心海里面，要用的时候就出来了。你里面没有，怎么去用？我要将你的话语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是上帝的话。所以现在我们先看这个。讲到信实啊，讲到这个信实，信实的反面是什么？刚才说，就是不老实。不老实的里面是什么？不诚实。不诚实里面带有什么？很多贪，是不是不诚实里面的一份子？是。可以这么讲哎。而且我说过这一句话，以前我在教会分享的时候，我说贪是人的天性，你认同吗？贪婪的啊，贪心嘛，是我们好像里面啊早就有的，自然，这样我们就怪上帝了。上帝创造吗？对，哦，对不起，我现在只是这样讲。我们要从上帝的话，人就是败坏到极点。若是你看圣经，人心愧恶到极点，人心丑恶到极点，若不是上帝的怜悯，真的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上帝面前。但我们思考说，信实的反面，它有很多就不老实、不好的。哎呀，你看到这个什么？他们在做什么？买马票。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基督徒可以买佛地吗？可以。可以买多多吗？那边的好像全部都可以的。你们的组长、小组长、教务是哪一个？哪一位？哎，我在教会服侍过，我在机构做传道人，我每次遇到这些问题的，所以这些芝麻绿豆小事，我每次要去面对，每次要去回应他们。到底信徒可以买马票吗？可不可以？可以。还是有可以跟不可以的。我将会待会我跟你讲，我看时间，我不要看。上帝真的很待我，让我有机会在服侍过程当中学习。你看，我的一个弟兄已经回天家，他讲话很硬，他说：“你知道吗？多利多多
不要说品酒，是我们平民的彩票投资。那我他还是投资哎，你慢慢投资投资投资，当然有亏有赚了、啊。时候到你就赚不到就，而且是合法的，听起来好像很有理由，对不对？你不强骗吗？但是我告诉你，你为什么要贪吗？贪。然后呢？其实，上帝说我的恩典够。你相信吗？那为什么还欠呢？哎，其实上帝的话也很有意思，因为时间，不然我跟你分享我最后一次买彩票的那种心情了。到现在已经很多年，几十年了，那种买了很正常。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告诉你，人在这一方面，我们面对很多的挑战。你像今天呢、啊，很多很多。网上线上的圈套 scam 啊，中招都是因着什么？跟另外一个就是情感的欺骗，贪是最多的。你看，最近我看了一些哇，7760元，结果不见了好多万，区区不是多少就变成了。所以一旦我看到这些东西，电脑我是电脑的文盲啊，我对这些不熟的，手机我只是会。三到三进，其他的我不是很会这些东西。很多人就在这里啊，拐了一脚或者跌了一跤，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信实。所以信实，你稍微慢慢看，刚才我们看回去，在我们的人生里当中，这个贪不是玩笑，这个贪我们要很小心。我记得啊，我的一位老师常常说过，不要喂养。我的贪婪，哎，这种你越来就越多，越来就越多，你看不到了嘞，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这个大家都能够明白。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生活，然后最后三个属性就是信实温柔。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温柔的时候，好给我一个哇！真正该接受的温柔是什么？我们对温柔的，特别是男人，温柔的男人怎么样？温柔的男人丑啊！丑啊！我们对温柔的，我第一次在课堂上，老师讲解的时候。哇，出了，然后我就很不甘愿。我是一个会很喜欢思考，大概是我会哇哇哇，然后就去找。哦，原来原文有好几个解释，好几个温柔嘛。以前的温柔不是这个温柔，是说圣经的温柔，不是说男性变成女性化的，好像怎么No， 不是，不要误会啊。而且不是那种女性变成那种很温柔，人家说哎呀，是老土。他的温柔有这样的解释，我把它，我已经在我的构造思想里面把它说，你思考了。今天大家一起比较更能够了解啊，就是圣经讲的温柔，它是描述嘛，你像那种，它是描述好像一头很野的、很有破坏力的那种野兽，然后什么经过训练，哦，经过训练，这破坏的力量以前是很破坏。然后被训练过后变成什么？顺服有益的力量，就是破坏性很大的，然后变成什么？有造就性。你像保罗说过这一句话，他说在罗马书应该6章那边说，我按着人的话语对你，就是怕你不会听到。按着以前你怎么样将你的身体献给不义，现今你在书里面同样。要把你的身体献给上帝，成为义，然后做什么？做义的奴仆。是以前你做不好事的时候，哇，会不会被我敲啊？现在不要敲了哦。现在是教会有什么干崩窝窝啊？那里探访敲啊？谢谢就截止了。阿、啊、不要不要，
所以万物都有定时，做事情上帝的，我每次很喜欢说上帝的时间永远没有错。有些时候我们什么都要，要快要快要快，谁不要快，我要快吗？有些你记得上一次我在讲，上帝有些时候不给你比给你更好，不过当时你没有办法了解，你接受不来。许多当时我要的东西啊，假如上帝立刻给我，可能我现在不在乎了。我问一句话，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整个世界都好像整个世界都亏欠了我们，整个世界好像欠我们，遇到很多事情你有没有想过，哎呀上帝啊，我不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更好，有没有？有啦，老师啊，每个人至少有一次啦。假如上帝应允你的祷告怎么样？搞一桶汤，对不对？有些时候上帝懂得怎么样，什么时候给我们是最好，对不对？明白吗？ OK， 今天我们看那个是节制里面的大用。这里我说到，就是当我们明白的时候，这个问题是在旧业跟新业，真言跟温柔的故事，我们在里面有的时候活出来，就是被主的陶造之下，成为我们懂得怎么样平衡我们的人生，平衡的性格，就是现在我要做的事情是应该我要做的我去做，我不要做的不好的我不去做，这才是温柔的真正含义。该刚的时候刚，该柔的时候柔，所以今天比较明白啊，不是那种哦，说我男人女性化，女性变成很土化，不是。所以你明白了，你现在，所以在这条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要明白，其实说到最后，就是圣灵的最后果子的属性是什么？哇，这个难上加难。有一位圣经里面呢的人物我很喜欢，就是保罗。保罗说了一句话说，我是攻克己身的话，叫这个身体服我，但是他是服我服在好的地方。像保罗是一个曾经他对他的宗教信仰很热忱，不过当他知道他错了，他知道他所做的不符合上帝要他做的时候，他知道他的节目道路走错的时候，他做什么？他有的他回到上帝面，成为上帝忠心的仆人，而且他真的真的很放下他的一切。若你读保罗，可以说在新约当中他写了很多书信，你会去观看今天我们所读的加拉太书，这些很多都是他所写的。他写出这个是告诉你，我也是软弱的，我也是有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看到圣灵果子九种属性，若你读到前面的人当罪啦、奸淫啦、说谎啦、杀人啦等等等，换句话说，他也有这种问题，他也有这种软弱。你知道保罗做过很多次的坏事，你知道？若你稍微回心看看，当他明白的时候，他立志，他要做好，在上帝的引领里面，他成为什么新造的？直到他在使徒行传又讲，他在他的书信上，我没有那从天上所给我的意象。保罗很清楚，保罗很明白，所以。我再次就是彼此勉励啊，鼓励啊。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谁？今天靠着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明白是我们自己。我们这个自己的体力、智力或者是节制啊，我们需要靠什么？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生活当中活出来。若是我们还想靠自己，我跟你讲，很难，很难，很难。很多时候当我在思考的时候，当我在做，很多时候当我靠我自己的时候，我就软弱。当我靠自己要做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失败了。特别是弟兄有些时候他们跟我谈论谈到，我知道我又在用我自己，我只是 humbling 一下上帝，我要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不是我们做什么事情，节制就是说圣灵，你懂得怎么样去应用。刚才我说的，你懂得怎么样去应用，懂得怎么样去活出来，那是最重要。不然全部是在这里，
在这里又要消化又要活出来很难的，我们需要圣灵引领我们帮助我，而且我们愿意。若我告诉你怎么有什么原则啊，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想一想，我所做的合乎圣经的教导吗？拖一下，当我们不是每一件小事都芝麻绿，当我们做一些重要的事合乎圣经的教导吗？我们做一些重要的事情，人生的关头合乎圣灵的引领，是上帝引领我吗？圣灵引领。然后你说到很棒，合乎圣徒的样子吗？你知道的，没有得假的，你知道的啊。我跟你讲，这是一个上个礼拜我遇到小插曲，我跟一些弟兄，那天我跟两位弟兄，一位是传道的，一位是也是曾经在教会服侍的一位领袖，我们就在一间咖啡，又是吃鬼掌啊，刚好又是吃鬼掌，不是刻意的啊，就叫我们在吃东西，吃鬼掌，吃到完的时候，因为咖啡店蛮多的，吃到完的时候，然后我们的茶水啊，我的茶水大概还有70-80%，算70了，70%告诉你，我还要再继续坐在那里喝一下吃一下，对不对？通常我们在那里吃完，我们再聊一下去，然后有一位女孩子啊，就走过来，女的走过来，她就不是所有的女的，我说一位啊，一个啊，先讲啊，一位啊，就她走过来的时候，她就是她的肢体语言、她的言谈、她的那个声调、她的动作，很让你听得很不是味道。你像鼻子，她就走到我们的身边，我们讲。他跟他妈妈在那说烧蛋了，你哪个假料料啊，而且他的手是这样，不懂是左手右手，刚好那我们三个还有一个位置嘛。假如你是我们三个人的其中一个，你怎么样？你吃的那种心情怎么样？他不是说哎 excuse me 你要玩的还是没有，他就走过来，而且很嚣张、很夸张的手法嘞，这样我看那一位，他们两个都看着我啊，一位是还是在全是，等于是一位教牧人员啊，跟一位也是弟，全部都弟兄啊，全部都主内。哇，我跟你讲，我很挣扎嘞。你们教我应该怎样好不好？会辣吗？要不要辣？不辣。不辣。我认同你的讲法，我回去跟我另外一个领袖讲啊，他讲得很有幽默，他说你应该告诉他我们的甜品还没有来。很你看这是我回答，我们的甜品还没有来。不过我们的，而且我转头看他妈妈，我心想假如这样的场面啊，今天我们让他，以后他也会遇到问题，因为他不会说一次就完了，明白？这个就是，哎，下个星期我要分享的节制呢 ，strengthen your self control 呢，哇 ，struggle。那我的男牧师看我另外一弟兄，就说好了，我们走吧。这样我就收盘的时候啊，收盘的时候。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要让他们知道，其实我是很不好的，我讲的话好像很，但我内心里面还是不舒服。OK， 我坦白了，我不是说我很神圣，我心不是鬼爽的。我就跟朋友讲，一定啊，上帝啊，那个咋假要跟出来嘛？告诉他们是因为上帝的爱，我学习，我要让他知道。然后我站起来，我一站起来，我两个弟兄都跟我一起站起来就。离开了，让给他，而且他没有一丝丝的觉得，好像是那种担心，好像是应该的。但是，身为信徒，我在你内心里面还是要祝福了。现在想起也是祝福这个家庭，希望有一天他也能够认识耶稣，知道生活的点滴，不是如此。我跟你讲，我不舒服，但是我学习。刚才有什么圣徒人说啊，这个很乱了、啊。我用一个比较，容易今天一听就明白了。
你知道以前很多人喜欢写容神一人，有没有？其实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听好，不是每一件事情，只要一件重要事情，我们想，我这样做，刚才我说过，我这样做会荣耀我的上帝吗？假如我起来跟他吵，会荣耀上帝吗？肯定不会的。或许我跟他说，哎，我的医生还没有来，点点要等一下，那种场合很尴尬。然后我觉得不容易，对人好吗？不好，肯定会有摩擦，对自己也是伤了自己嘛。所以我在学的，以后啊，假如我做什么事情，荣耀上帝，对人有帮助吗？对自己有，只要这三方面有一些冲突，有一些不平衡的时候，你知道，应该是不是从上帝。所以节制是我们能够做得到，因为我们有上帝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今早这个时间能够让我明白你所给予我们的是我们能做的。上帝，情感是你所造，也是你所给的。主，你就已经给了我们内在那复活的生命以及属灵我指的那一个属性，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没有把它活出来。主，你帮助我们今天不但是明白，而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靠着你的恩典活出你自己要我们所活出的，成为你的见证，成为人能够看到耶稣你荣耀的大能。如此感恩祷告奉耶稣名，谢谢。谢谢长大的震荡震撼。今天我们学习啊，要温柔啊，要大大声讲话，要温柔一点，好不好？我们一起站立来读啊，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应，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主教宗，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来做圣餐。邀请文，我们的主基督邀请所有爱他的人，就是真是悔罪并寻求与人亲爱和睦的人，来到他的圣座前。因此让我们也在上帝面前认罪，也彼此认罪。请坐。慈悲的上帝，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尽心尽力爱你，我们还不是完全顺服的教会，我们没有照你的旨意行，看罢了你的律法，违抗了你的爱，我们没有爱我们的邻舍，也听不见耶和华神的呼声。求你赦免我们，释放我们，使我们乐意顺服，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祈求。阿门。请听好消息，当我们还是罪人时，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们的罪赦免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们的罪赦免了。荣耀归于上帝。阿门。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与你们同在。我们的心当仰望主，我们的心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感谢我主上主是应当的。因此我们和你地上的万民以及所有天上的会众一起
称颂尊重主 有荣耀的圣名，常常赞美主说：圣哉圣哉圣哉，能力以威严的大主宰，天地充满你的荣耀，高高在上和上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上啊。你是至圣的，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应当称颂的，借着他的受苦受死与复活的洗礼，你建立了你的教会，并拯救了我们脱离罪恶与死亡的困锁。你又借着水与圣灵与我们立了新约，主耶稣为我们献上己身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向你祝谢，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向你祝谢，递给门徒说：你们都要喝，因为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因此我们纪念你在耶稣基督里大能的作为，我们要在赞美与感谢中献上自己，作为圣洁的活祭，与基督为我们所献上的祭联合，共同宣告信仰的奥秘。基督已经死了，基督已经复活，基督必要再来。愿你将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也恩高所献上的饼和酒，当我们领受的时，就如领受基督的身体与宝血，使我们因基督宝血的救赎，在世人面前成为基督的身体。求你借着你的灵，使我们与基督合一，我们也彼此合一，并且以合一的心侍奉世人，知道主基督最后得胜降临，我们与他共享献上的筵席。全能的父，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并在圣教会中的圣灵，所有的权柄与荣耀都归于你，从今直到永远。Thank you.
9点半。
请不用尖锐。为什么哈？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的那个电梯的那个地上啊，被人按按到。太有记忆了，我们知道你们很爱我们三楼，但是不要像记忆，等一下我们又不可以上来了。好，要温柔的，请温柔的去爱。好，来下来，好，心情一点。等一下哈、哦，散会过后。那些报名要参加我们这个星期点去八丹岛，在星期五的时候，请你们不要走出去，就是留在这个圣殿。我们有短报啊，简报，简单的报告让你们听。如果你们不要留下来，那你们要走出去去吃东西，那个我也不可以阻碍你。但是啊，你不知道几点啊，等一下你们要自己游泳过去的。OK， 所以留下来哈，我们有报告，而要记住，我们那个星期五，就是这来临的星期五，没有祷告会。若是你们要祷告，啊，要跟我们一起聚在一起祷告，这样你们去八堂跟我们一起，我们会祷告的。好，来下来。冲啊，肩膀走走一定要冲啊、哦、谢谢啊，青色青色啊，对，青色就是要冲啊，啊就是要冲。好，我们谢谢上帝啊，让我们有这个活力、啊、去这个肩膀走走，在这个肩膀走走啊，我们看诗篇吧。聚在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又走出去，我们不搭 bus 也不下车，我们就是用 number 11。 什么就是 number 11？ 就是我们的腿，双脚，这样不只是我们可以祝福我们的邻舍，我们还自己能够运动，特别是那些懒惰的没有运动的、哦啊，这个是很好的机会，让我们能够运动。我们不管下雨或者大太阳，我们很热的太阳，我们都会冲。啊，有一次我们是一班四道弯，
我们的弟兄啊还要换裤子，找不到裤子，因为他全身都是湿到完。所以我们不管下雨晒太阳，我们都会一起聚在一起，不管我们留下几个人，就算剩下我们两个，我们也是会冲。对， I like next please。也是感谢上帝，我们的联谊阁，现在我们联谊阁哦，那天可以啊，大概有五十个人的啊，很多的邻舍也是来。那好像安迪哈，安迪也是听到我们的歌唱，我们的卡拉 OK 他也进来啊。所以啊，弟兄姐妹，如果你们的在家里没有事情做，不是电视看你，就是你看电视，我欢迎你们不要浪费那个时间在坐在那个电视前面，而进入来我们的联谊阁，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我们有卡拉 OK， 我们还有手脚的运动，我们还有游戏，我们还有玩那个头脑的游戏，就是我们可以用 Ramio 来激励帮助我们每一个长老年老的弟兄姐妹。所以欢迎你们，也不要错过。而且在里面我们还可以认识到很多很多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弟兄姐妹，就是在这个圣殿里面很多我们都不认识，但是现在我们认识他们了，所以欢迎你们。如果你们那些弟兄姐妹，你们没有做工在家，我愿你们也来参加，因为很多也需要我们跟他们沟通。如果靠着我们几个跟 Sammy Laurent Carol 还有谁，其他只有几个，可是我们还有几个，我们有50个人，靠我们4个能吗？不能够，不够，不是不能，可是不够。我们相信哦，当他们来的时候，我们也相信你们也要认识他们，他们也会很喜乐的认识到我们。所以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联谊阁。Merci。同样的，刚才我已经报告，这个星期五我们没有祷告会，祷告会就会在下个星期22号吧，是吧？下个星期二下个星期五我们才有祷告会。所以刚才我们学习一样东西，就是节制。我们节制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脾气不好里面有很多挣扎的时候，好像刚才一个人站着这样，然后我紧张，然后要怎么样哦？如果我们没有节制，我们没有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滚开哦，我够讲尾巴，对吗？我们会这样讲。但是如果我们通过我们自己圣灵里面会告诉我们，让位，因为是要得到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不可以做。我们感谢我们传道今天教导我们怎么样用上帝的话语在里面鼓励着我们。如果哈，我知道有的弟兄姐妹你们想进入我们的祷告会来 Zoom， 若是你们不会进入，可以找我们的国志弟兄或者我们的贤明弟兄，他都会帮助你们怎样进入我们的祷告会。我们祷告会是开放哦，任何人都可以参与我们的祷告会，因为多人祷告，一起聚在一起祷告都有力量，对，Next please。好，刚才我已经讲新来的朋友，旧的我不用讲。新来的朋友，如果散会过后我们有茶点招待，等一下我们会在菲利普克市那边我们一起享用早餐。Next。好，奉献哦，今天早晨我们有两个奉献，一个是我们平常的教会的奉献，另外一个是给上帝送学院的
奉献，我们要支持这个上议会的教导，因为我们要教导更多的牧师，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支持这个上议学院哈。好，我们来低头祷告。上帝，我们谢谢你的爱，谢谢你永远都是在我们的旁边，永远都是我们的牧者，因我们知道只有你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缺乏，我们所有的所得到都是从你那儿得来。也上帝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的心，给我们一个慷慨的心，让你所赐给我们的一部分献上于你，也让我们的奉献能够扩大你的国度，也能够帮助更需要的人。谢谢你，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
祝福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